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中午老米是官宣了 1.0 下半的卡池阵容，角色池是云奇将军景元，陪跑四星为素商、三月七、停云，光锥池是景元专武、拂晓之前，陪跑四星为童鞋的与行星相会、巡猎的唯有沉默以及存户的余生的第一天。先来看角色池，景元大将军，做过主线剧情的老哥应该都很熟悉了，五星雷系制池角色，定位是输出主 C， 既可对群也可对单，拥有独特的神军机制，相当于队伍中的第五人，有独立的行动条，在警员使用秘技、战技或终结技时都能给神军叠层数，最多十段追加攻击十次，且每段都能提高十点速度。神军目前从老米放出的角色前瞻介绍上看，警员的秘技效果是有所增强，内测是两段，现在变为三段，多的老黑就不赘述了。内测公认的输出天花板一哥了解下，公测虽有调整但影响不大，只是略微砍了些角色上限。一句话，老黑先梭哈为敬，大家随意。接着再说下警员的这个专属光锥，一个字总结，强。没什么花里胡哨的武器特效，就是朴实无华的数值提升，精一就有36%的爆伤、18%的技能增伤以及48%的追加攻击增伤，这加成是给神军用的，神军的伤害是做追加攻击，精武就更逆天了，数值再近乎翻一倍。所以说预算充足的老哥，老黑建议还是灵命警员加一精光锥走起，毕竟崩铁这里是单武器池，还有75%的不挨几率，对比隔壁元神那可真是强太多了。像老黑这样预算紧张的，也可以用机子那个银河铁道之月，亦或是大月卡里的和平一日代替。然后是小狐狸停云，四星雷系童鞋，没得说，当前版本的 T0 辅助，特点是能给别人增伤以及大招充能，自身普攻强度还不低，也不怎么吃战绩点，拿来配合警员的话，正好与卡池中的与行星相会这个光锥的武器特效相吻合。当然实在不想抽光锥池的老哥，也可以用大月卡里的楼月财云之翼来代替。接着是三月七，御三家中的开心果，了解下，也是目前除杰帕德火主外的唯一的四星存护角色，一个泛用的护盾主替，队伍中还是很有必要带一个的。命座方面的话，二命以及六命的强度也都算可以，一个无条件套盾，另一个还能临时客串下奶妈给角色持续回血，与之配合的卡池光锥是余生的第一天，朴实无华的防御力、自身以及伤害抗性全对加成，很符合团队主替的角色定位。接着是素商，四星物理系巡猎，定位是输出主 C。 其实吧，当前版本弱物理系的怪物还真是有不少的，这李大枕头的输出强度也着实不低，与之配合的卡池光锥是唯有沉默，也是没什么花活，就是直白的攻击力、暴击率加成。不过谁让老黑已经有克拉拉了呢，所以只能先委屈这位，暂时在仓库里吃吃灰啦。谁让老米这升级素材给的实在是太抠门了，主力一队都拉得很艰难，就更别说同属性的二队角色了。不过好在下半还有个小活动，就是那个盘岩镇超级联赛5月19日开启，是能获得不少角色升级素材的。而且这活动的星穹奖励竟然是惊人的600颗，好家伙，扣扣米要转性了，终于不再是隔壁同款的420原石小活动了吗？这可是足足多了180颗原石啊，卡池多一抽的价值大家了解一下。那说了那么多，这 1.0 下半卡池大家感觉如何呢？欢迎一起来讨论哈。那好的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望各位大佬点赞3连，咱们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